兄弟，早上好！今天累兮兮的，在这干啥子？手机干长沙，顺便你带壶水回来，给我吹。我人家头发不剪很啊，你上街上来。哎，咋子的？要剪哈儿？哎，我都搞忘记了，我咋个多月没剪头发了啊？全部剃了嘛。哦，不能了，开玩笑。忍啥子嘛？把你汗水都倒。我好像晓得你在整我。干什么弄了？哦，要出钱吗？妹妹全部给剃光了的，剃光头儿。嗯，就把裸裸正剪的就剪的就是，还是今天个牛去，单独是我光我那发型好看嘞、啊，哦，我留一下那个发型。不好看的了，为啥子？因为今天个牛长的，然后朝两面梳。哪有的长？哪个？你们现在都是一起开学的吗？啊？我弟弟自己回来啊。啊。这年纪胡子没长好快，哎，热脚的时候长得快的，哎，长胡子破烦的。那几天不梳的话，就看到就胡子白茬的。不剃光头了？恰是光头喽，还剃光头的话，他老不正了你。光头好看的。妹妹，剪好了已经，怎么样？媳妇儿来剪哈儿。表妹，表妹，跟他讲过蓝石头，他老是说要喊我跟我讲过光头，你又跟他讲过蓝石头。又是他讲蓝石头，我估计多好看。我那天你不是说要还要买点那个芹菜，养回去摘点嘛，到时候小根儿点好吃。这个时候可还有没得？就看一下嘛，我先。这不。主要是今天下雨，有时候俺拿的比较少啊。哎，你看有没有牛皮菜养养的？有牛皮菜没得哦？牛皮菜卖完了。卖完了。还有吗？哦。有菱根菜那个时候。没地方摘的了嘛？买点芹菜的摘在路边，我想。没芹菜的呀、啊。嗯。哎，你都是空心干根的嘛？实心干你爹啊，小兄弟。哈哈哈哈哈。你那把又实心干，妈呀，是空心干噻。哎，看花眼了，但是你都是刚刚是白的，那是青干干的好吃了。哎，都是青干干好吃的了。要得。你那猪八戒，你妈票吧，还是妈的吃了粉。好看的、啊，哥。真是真的。你家猪的好看，它舒服点。你一包要好多斤喽？一包20斤那个。好像不是嘛？5块钱不对啊，那还要贵的，我买5块，哎，我买的是2块，哥，2块，我买5块钱的呢，我全部买5块，今天我还是捡2块钱不是，哎，我买的2块，我买的呢，2块，在那就在玉峰买的，我不要，买几包，你那天买的几包嘛？3包，又买3包噻，3包10块钱的嘛，五块没得少的，小兄弟，我回来这些都是买5块钱，我就买那么多嘛，你讲，那么你一号买嘛，一号拆不完。一号买好像不划算。一号买3块不完就是。一号买你五块3块噻。我买了5包，3块15块5块2块，十几块钱。15块钱。15、17块钱都让给你。3份。你要买我帮你收工了噻。买了3包，买几回去铺在里面，因为太稀了，那是大米的包子，小米的好吃。那高楼栋我就住不起，10万多间我记住，我讲。我说人家都在三舅家买建筑，要得。三舅建筑都要的很，我感觉。本地直接给你的吗？本地，主要是本地，所以说本地很多本地都是本地的。那你有三舅人嘛？每手都有啊。要得。回锅就应该。排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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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麻椒的排骨。排骨好浓。
鲜排你都是这个，正排的安逸，因为清清爽爽的这个非常安逸的。这道菜是正宗的三鲜儿，觉得是。正宗的土猪。是土猪噻。真扣肉。啊。看到热的还是可以。是，你给我放些水，等你整个蔬菜。还是买点茄子，买点三鲜儿。屋里没有准备点，不是我们来一个人，等点吃的都没得。那是噻。加师傅安逸啊！加师傅的更安逸。他们两个人这里没有他大的烟酒，我吃烟酒，我圆圆喜欢吃粑粑，他买点回去，找人家在江里面吃。我也该买点，多买点嘛。多买点。就是你喜欢吃橘子了嘛？上次我买的你吃完没有？早就吃完了。买点橘子不？要得啊。我就是买的两元，我没买过。你喊的排骨吧就。两元，哪个一排骨？你自己做的啊？啊是啊，我大奶奶搞烂了。我们好喜欢吃橘子的，那喜欢吃的。三块不就要？好，两块两多。哇，这啥子还有？哦，两卡层。嗯。那就买橘子。可以嘛，也要。对。我不，一头边头，可以一头边头有两袋呢。够了吧？先买的。你不是呢？路上买路上一趟。好吃啊。好吃啊，我很羡慕。我上了嘛。哎，我们去年买了个过年肉，就是跟这个老辈子买的，他们还得做菜没？跟他买点菜。今天来赶场了，我还是跟他提点那个菜回去喂鹅儿。因为现在山上这些草草也没啥子的，秋天了嘛，到处都干枯了，你在这山上去割割又割不到，所以这赶场有这种他们卖菜剩的那些烂叶啊、黄叶那些，给他买点回去，五毛钱一斤。买多了吃不完，那天都烂了一些。哇，这个。对，就这种。这种。当时我在那边来不了，我们一路都三包，尽是这种干干了，就这种干干，我吃都不吃。啊，就吃叶，啊，主要是吃叶叶儿。哎，主要是吃叶叶，所以当时我要选叶儿。这个应该得全部吃的一个吃的。哇，这个巴适。啊，不是，我就买了包材料帮助，我打开来尽是菜给都。还买多少不？我买了。走。